好了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小鱼洞啊，中坝村这边，然后穿虹口的入口处，我们这几辆各种车子啊，就准备过去了。当然还有这个猪肉王 CG125，好，这个才是什么香道王者。你有没不得打退堂鼓吗？不得啊。听说这一趟下来之后，你的技术就这样子的。CG 125的第一次尝试大陡坡。兄弟，慢慢动就好啊，慢慢动。给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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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油了啊！给油，给油，给油！脚放下，你不要上脚踏。在后上踏。哈哈哈哈哈！别打头。好，给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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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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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呀！红门摔断了，红门这个。感想如何？不下去，下去。来了，吉你好。下了。上吧。去你妈的！看二哥。感想如何？真棒！水，你不是丰富，还有饮水。我是丰富的吃干的嘛，是嘛？哈哈哈哈哈！丰富的吃。哎，刘刘，来吸水，吸水。嗯。这个孤儿。哈哈哈哈哈！没得，没得，没得雨衣的裤儿。